你今天差300多块呢？你这朋友哪会这么有才调嘛？你是不是想要骗我？我讲吼，我直接甲讲，讲你是我的物件，你怎会是我的人啊？你在做啥？哎呦，我啊，无代志，无代志。每礼拜到拜五暗时八点，台视美丽人生。想想对对。